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。哎，老婆啊，圣诞节快要到了。哦，你要送我什么圣诞礼物吗？我本来要送你一颗钻戒的，但是听完上周的讯息之后，我发现你有可能会把它奉献掉，所以我送你一个比钻石更大颗的金沙巧克力。下周崇拜由台北灵粮堂青年牧区区牧长周训光牧师讲道，讲题为《儿子的超自然觉醒：盟约还是契约》，鼓励踊跃邀请新朋友参加。主日崇拜，请会友依照招待指示入座。为顾及安全，请勿跨越红绳入座。谢谢大家的配合。叮叮当，2014圣诞报佳音来喽！时间在12月13号周六下午4点，于教会一楼门外集合。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向士林街头传递爱、和平和希望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圣诞社区欢庆星空下的音乐会，时间在12月13日。周六晚上6点，地点 B&Q 特利屋广场，由玛莎路原名合唱团教会诗班表演，欢迎踊跃邀请新朋友来感受神所赐的欢乐圣诞。12月圣诞季热闹开场喽！12月23、24号圣诞晚会，琴逢笛手，圣诞音乐嘉年华，由多位知名音乐家领衔演出。同时段有儿童牧区圣诞晚会、百大行业梦想起飞、青年大专夜诞、耶诞、国高、红色快递、喜恩家族、欢喜圣诞惊喜派、好厝边长青关怀站、喜从天降等。让我们一起把握圣诞传福音的好机会，踊跃邀请新朋友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。2015进火热报名中，第10届生命更新营时间在2015年1月3号到1月4号，第7届门徒建造营时间在1月17号，第5届基督精兵营时间在1月24号。详情报名资讯请参阅周报。提醒10 G 万生命更新营学员，请在营会前完成全新的你信息聆听，预备心领受营会祝福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青年牧区寒假强档爱神营来喽！主题新媒体，教你成为 FB 策展行销高手、摄影剪辑大师、新闻采访达人。第3届大园爱神营时间在2015年1月28到30号，第2届国高爱神营时间在2月4号到6号。鼓励稳定于青年牧区崇拜和小组聚会者报名参加。青年牧区12月27号、28号应补班补课，聚会团契时间地点变更通知。原12月27号国高团契青年崇拜时间调整为国高青年合堂崇拜，地点在 B1 大堂。原12月28号国高团契地点调整为二楼副堂。12月27号晚崇时间延后至7点15开始。儿童牧区2015年第一届寒假大卫营来喽！时间在2月2号到2月5号，4天3夜。透过野地生活、团队合作，玩出世界观，教出好品格，带出不畏挑战的下一代。12月13号起至1月4号，前享有角鸟优惠。鼓励家中有国小3年级以上至7年级学生踊跃报名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仁青协会年终义卖活动开始喽！时间在12月27号到28号，地点在教会一楼门口电视墙前。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捐赠家中全新8成新以上物品，于12月21日前交至教会3楼办公室仁青协会。发了发了！发什么呢？爱心码8958，发就我发。我要捐赠爱心码8958。好的。85°C7，全家、全联、任何一个超商捐赠电子发票。爱心捐8958，发就我发，记得哦。士林灵粮书房欢乐迎圣诞，12月25号前，圣诞卡、圣诞饰品享8折优惠，还有本周新书推荐《为何魔鬼不要你方言祷告》。欢迎弟兄姐妹参观选购。受洗班于每月1、3周开课，12月份上课时间为12月7号以及12月21号，地点在2楼209教室，课程完全免费，无需报名。信仰探索班上课时间为12月7号，课程名称我的家；12月14号课程名称有你真好，地点2楼209教室，课程无需报名，欢迎慕道朋友参加。上周建堂奉献金额为36万元。至11月30号，累计建堂奉献金额5亿600万元以上。是本周教会消息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